现在这个成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整个的这一条线，我们是客户经历了在中国的找了四五家之后，然后最后找到我们这个，快递公司，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集装箱，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效果，非常完美，非常完美，非常完美。 现在看一下啊，现在我们是给越南客户炒制的腰果，这个腰果的质量是非常好的，这个腰果的话又分这个干炒跟泡水炒，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干炒，然后这一个呢，我们经过的是一个8米的电磁炒货机。 8米的电磁炒货机产量是1个小时500公斤，现在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咱们炒制出来的效果。看到这个腰果，无论从色泽、口感，都是非常完美的，都是非常完美的。越南的客户在我们国内找了4、5家，但是呢，都炒不出。 是客户想要的这种效果，然后找到了我们家。然后无论是从这个颜色，这个酥脆度，还是这个香味儿，那都是客户说这是中国最完美的炒货机。